3月1号星期二，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资讯每日评。在智能手机领域不太好过的 HTC 似乎找到了新的方向，现如今 VR 成为业界最大的焦点。昨日 HTC 旗下虚拟现实头盔 VE 在美国地区开启预售。HTC 今日宣布 ,VE 在开售后10分钟内便收到超过 1.5 万台订单，分分钟被土豪抢光的节奏。国内用户也可登录 HTC VE 官网站进行预订，售价为6888元，还包邮哦。而首批成功预订的订单将会在4月份开始发货。购买 HTC VE 消费者版的用户可获得一个头盔式设备、两个无线控制器和可提供360度空间定位移动追踪功能的两个基站，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取和头盔同步发售的两款 VR 游戏。当然，你也需要有与 VR 相配套的 PC。预计两者加起来的价格将达到2500美元左右。火腿肠，你高兴就好。尼赛斯作为国内游戏外设新兴品牌，推出的游戏产品一直都以个性炫酷的造型以及实惠的价格深受玩家的喜爱。近期就推出了一款科幻风格的尼赛斯龙脊游戏鼠标，拥有 RGB 灯效，内置 LED 混合单元可调节多达1600万色灯光，配有7个可编程控制器，支持自定义功能，自动4档，最高4500 DPI。目前该款鼠标售价198元，这款鼠标我只给你打82分，剩下的也只有666了。闲刚近期发布了 Sharkzen K20 机械键盘，键盘外壳完全采用坚固耐用的金属材质制成，搭配底部防滑橡胶，有效地加强在桌面上的稳定度。无边框设计搭配悬浮式键帽，可切换白、红、蓝3色背光，两块可视需求拆卸和水洗的防滑手托，运用 Sharkzen 功能键就能轻松地调整发光功能和颜色设定。键盘内建了7种多媒体功能键，只要一个简单的敲击就能轻松开启媒体播放器、浏览器以及电子邮件，也能很轻松地调整音量大小，可水洗也是吊炸天的节奏啊。雷博日前推出的旗下专业游戏外设产品线 Vero 系列首款防水机械键盘，雷博 V510 防水全无冲游戏机械键盘。今天雷博推出 V510 的增强进化版，雷博 V510S 防水混彩背光全无冲游戏机械键盘。雷博 V510S 保留了所有 V510 的特性，比如专业的防水设计，采用雷博自主黑轴、青轴，支持全键无冲，雅典黑以及香槟金的可选配色，让用户能得到更多的选择。雷博 V510S 拥有多达10种背光模式的混彩背光，可根据玩家喜好录制个性灯光模式。键盘表面采用了拉丝制造工艺，金属质感更加忧郁，键帽选用双色注塑键帽，同时表面使用了特殊的涂层。键盘底部有5块小防滑脚垫，两个可收缩支架底部也有防滑胶设计，内置一块加固钢板，大幅提高机身稳定性。小编只想说，外形这么简单，键帽颜色弄那么花俏干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每日评。